好啦好啦，听到把声啦，咁可以拉翻，哎拉翻开啲啦，可以可以，好唔该。咁咧冇错啦，今日我哋嚟到咧就系 Unbox 呢度啦。咁其实咧呢几日咧都唔系佢哋好忙啊，唔系我哋好忙，佢哋好忙咧，我哋又唔敢打搅佢啦，因为咧人都卖到七九成几，九成咩卖到爆晒冇晒啦，咁所以而家先得闲咧，佢得闲嚟应招呼我哋啦。好啦，咁我哋喺我身边咧有Unbox 嘅负责人啊 Leo 啦，亦都有嚟自新加坡嘅设计师子琪，系啦，咁啊。咁咧就一間可能都要講少少普通話，英文會好啲定普通話好啲啊？英文啊，普通話可以英文都得啊，都得嘅，冇所謂，都得嘅。係啲觀眾成日問我點解轉來轉去啲畫，我哋都冇辦法，我哋都唔即係呢次真係幾多外地嘅設計師啊！好啦，咁啊，我俾翻個恐龍仔阿子琪揸先，好好。咁我不如先訪問咗阿子琪先，好唔好啊？因為呢度咧，啱會有好多其他嘢去介紹，咁可以子琪。介紹完之後可以佢繼續忙啦，咁唔使我哋即係可以繼續其他訪問，好嘛？呢度咁啊，安排。好啦，主持人，你是來自新加坡？其實我是來自馬來西亞，可是居住在新加坡很多年，所以就通常也說就從新加坡來，因為對住在新加坡。現在第一次來香港？不是，其實第一千次，已經第三次，第三次，對。前一两次来香港干什么？就找女生，找女朋友啊，也可能有啊。就没有香港有一个，马来西亚有一个，新加坡有一个，对不对？啊，没，就有恐龙就对了。OK， 好，所以这是第三次，之前没公仔，所以现在有公仔了。有，去年有，对，去年有，就今年现在有这个三角龙新的要出了。对，现在是第一个的第二个这个作品是有玩具的。OK， 如果你把冰淇淋算进去，冰淇淋恐龙就是第三个。这个得第三个。对。对，现在没有出另外的颜色，就这个都是这个是第一个第一个款。懂的朋友就懂了，不懂的朋友就不懂了。咁佢啲 fans 应该就知道啦。好，是不是应该卖完了？就绝版了？对，现在是绝版了。给我可不可以？这是访问的代价。过后再讲。谢谢。这个是第二版，就是冰淇淋的。哇，这个好靓哦！是不是你很多女生 fans 啊？对，我是觉得是。对，他们有找你签名吗？啊，有，当然。签在哪里？OK， 这个比较难签，我就签在脚下。通常，可是有时他们要求别的地方，像肚子，我可以签就签。会不会要求你签在哪里啊？这里有咯。对，不是被Big Bang。哦，冰淇淋这里有。你现在他的身上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身上我的 Tiger Collector 也是比较斯文，就是有文化，有文化，系咪？对啊。对，就算中意你都唔会讲出声，系咪？系啊。你明啊？因为知道马来西亚好多朋友其实广东话都好灵光嘅。你听得明啊 ？OK 啊，听得明。系啦 ，OK。咁其实呢个恐龙仔会唔会再有其他新版本咧？在未来会有新的冰淇淋还是会照样还会有，可能就没那么多。我们如果新的话，就会 focus on 新的，就会专注在新的。可是旧的偶尔还是会有新的版本。现在还可以加，系啦。咁咧又讲下先啦。嗱，呢只恐龙仔咧，Leo 系咪卖晒嘅又系？冇错。好开心啊！卖晒啦。OK。其实多唔多出得？多唔多？我谂唔算多噶啦，即系如果 compare 即系你话大嘅货，我谂而家呢个落都系百零只啦，系啦，唔算好多。咁啊，都多谢各位支持。好彩会仲有其他新版本，冇错。咁我哋都会有谂好多唔同嘅上色啦。咁嚟紧都会有一啲字词，再加 artist 嘅一啲 crossover 嘅配色啊，或者有啲即系更加爆嘅嘢咧，陆续喺即系出年咧就会推出噶啦。我想问一下呢个雪糕版咧，其实嗰啲雪糕系浮雕嚟嘅，系使唔使开个新模整，定系话有啲技术可以帮你加落去就得咧？要嘅。其实成个雪糕炉嘅 concept 喺边度嚟嘅咧？其实我哋系由呢一只。咁咧，我哋有一个泰国嘅朋友啦 ，artist 朋友啦，叫 Non World 吓。咁佢咧就画，即系手画咗呢个雪糕嗰个 concept 上去。咁我哋睇完之后咧，哇，好正！但系如果我哋纯粹就咁样将画好嘅油上去咧，其实就嘥咗啊，亦都唔够诚意。於是乎，我哋咧就重新咧就再开过一个新嘅模，将所有呢一啲 detail 啊，好似呢个饼干位，全部就变成立体化。咁啊，再用一个新嘅模咧去出呢个新嘅版本就唔再喺
呢一隻舊嘅上面去再加上去啊，咁希望可以俾大家睇到即係我哋嘅即係製作嘅誠意啦，啊，同埋成個效果咁樣先係最似樣咯。係啊，係，我都覺得係，因為我就忽然諗起好多另外啲 toppings， 即係 toppings， 即係呢上面加嘅食物咧，可以加好多朱古力塊啊、candy 啊，或者沙律咁都得喎。啊，會不會啊？阿芝奇會不會考慮啊，加另外的食物在這個恐龍下面？嗯，也可以考慮，對。就看啊，六看他对，因为生产是他负责，所以我当然是想要，可是还是要考量生产的部分。对，这个概念几好，其实即系喺个旧唔系旧啦，一个概念里面再加个新概念，但系又同旧嘅概念有个连贯性咧。呢、这个好多 collector 中意呢个玩法嘅，系咪？系，冇错冇错。第二就系话，其实我都透露少少啦。头先你讲个 idea 咧，其实系会有嘅。不过我谂我哋都唔系咁简单，净系加几粒糖咁简单添，即系会加啲嘢喺度咧，加啲嘢喺呢一度啊吓啊，会我相信啲人中意过啦，嗰个嘢咧多过啲糖啊棉花添，系啦，即系更加吸引嘅。就 secret 而家系咪？冇错冇错冇错。OK 好咁啊，哇咁啊，另外咧就讲翻呢个新作品啊，支持这个最新的山脚龙啦，啊你花了多少时间去design 这个 concept？OK。开始是2D，2D 其实之前我已经有设计，可是把它立体化真的是有点困难，就花了挺久，说花了可能接近半年吧。哦，你懂不懂 3D 啊？不懂，所以才、哦、所以才困难，对，才比较困难。如果懂 3D 应该比较快。对。然后就是 Unbox 帮你搞这个 3D， 对对，就非常感谢他。你看这个我真的很满意。但是六啊，阿子琪应唔应接嘛？OK 啦 ，OK 啦，其实 OK 嘅，因为其实喺个成个创作或者开发上咧，其实我哋一齐沟通，即系都唔系话哦，佢想点样做，咁又完全我哋就跟晒嘅，而系我哋系即系共同去谂点样会做得靓啊，去开发呢一只嘢嘅。通常好多 artist 咧都真系有啲，佢唔系厌精，佢有佢要求，其实你点去捉摸同佢哋嗰个合作关系，即系又唔会大家。即係產生火花，即係傷和氣，但又去做到嘢咧。我諗就因為我自己都已經好習慣，即係好理解 artist 嘅即係諗法。咁有一啲位咧，係堅持係啱嘅，或者有啲位佢哋應該要揸緊，亦都同意嘅。咁所以我哋會喺嗰幾位，我哋盡量我哋都要，大家都要一齊嘅諗法，就係大家都揸緊佢。咁但係有一啲地方，因為可能牽涉生產啊、開發上一啲嘅限制，咁呢啲位我哋就要俾一個好嘅方案出嚟。咁、啊、去做嗰件事呢，佢哋就會好舒服啦。因為其實我唔係一個工廠，唔係一個生產商，我借所有嘅產品我都有我哋自己嘅一啲嘅設計嘅元素啊，或者一啲嘅諗法呢擺落去裏面嘅、啊、我哋就唔係完全聽 artist 要點做，哦咁你話咁做我哋就咁做啦，我哋通常我哋都唔會嘅咁、啊、所以即係有時我都會 ban 佢哋嘅啊，因为其实咧，点样问咧？因为听过好多即系做生产或者做公司品牌朋友咧，都同 artist 合作完之后咧，通常都唉，即系其实唔系唔好嘅，就系即系哇，好困难啊！佢要求好高啊，改咗90000多次啊，咁样嘅、啊。咁啊，呢度好似讲得好头头是道啊，系嘛？唔系，当然咁讲，因为讲还讲啦，做还做，系啊。佢哋嗰个当然佢哋一定系有佢哋嘅坚持要求嘅。咁有啲都係難服侍嘅呢個事實。咁但係呢我諗好嘅就係可能我哋好彩啦，其實我哋夾開嘅時候收返到我哋都好愉快嘅，同好多 artist 大家都即係互相都好尊重一齊去做。我諗最主要就係話喺合作過程大家都要有時要企喺對方嗰度去睇下點解佢哋一定要咁做呢咁樣。咁只要大家即係真係為件事好嘅，其實有時就係話哪怕係難啲，但係為件事真係好嘅，咁咪辛苦啲咪照行咯。咁啲 collector 聽咗之後咧，買都開心啲嘛。咁其實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除咗你話設計嗰個困難咧，其實我相信有一集咧，我要揾呢度再訪問一下 TV 嗰邊咧，就係講下究竟點同啲 artist 相處啦。咁有排講嘅應該都真係有排講喎。刪咗咪先講啦，可能你會生啊。咁樣不過講翻阿子琪啦，子琪其實你而家其實你覺得你嘅 fans 最多喺咩地方？即係 D 草，可能。火星人，台湾吧，可能台湾像香港，对，台湾、香港、大陆，现在就对台湾、香港、大陆，主要是华人的地方。对，为什么呢？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就是问埋啲咁嘅嘢。但系咧，我都其实，但系你我见你做嗰啲创作咧，大部分都比较女生像啊，或者是比较女生化，或者是或者小孩子会很喜欢。为什么？是不是你已经是个爸爸？不是，我还在找女朋友，还在找，所以还没结婚，所以呢，你可以找他啦。子琪还没分，还有没有？有没有女朋友啊？没有，也没有哦，也没有。有些首先朋友结婚，但是没有女朋友就阿德哥，你成日结咗婚，但系未有女朋友，成日咁讲，就咁讲啫，系冇事嘅。OK， 所以你是不是为什么这个比较偏向就是很 cute？ 嗯，对，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本身喜欢可爱的东西，嗯，所以就去有自己喜欢画，也去研究什么叫可爱，嗯，所以又偏向喜欢日本风，嗯，所以就慢慢的就画成这样，嗯，因为就是因为可能这样说女生会可能会比较多，嗯，对。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没结婚，还没有女朋友，这个是最好的礼物，这个是全世界只有一个，是我亲手做的，我是子琪，我现在向你求婚，一定嫁啦，系咪啦，系咪，对不对？试过未啊？还没，应该一试就会中，我相信。试下啦，不如一阵现场 live 试一次。OK， 好啦，好啦，咁好，所以我相信而家子琪现在很忙，因为他已经看到有些很美丽的女生在这个场里，所以现在需要他去求婚啦。所以我哋呢个时间，我都好多谢阿子琪先，好啦，多谢，好，谢谢，我继续问一问阿 Leo 啦，好唔好啊？咁咧就，谢谢你啊，咁咧就因为其实咧阿 Leo 除咗介绍子琪出嚟之后咧，好多谢特别安排咗子琪，因为其实要遇到佢先得噶嘛。咁咧。另外就是講講你嗱，舊嗰啲賣曬唔講啦，因為啲 fans 都買咗啦，因為咩買唔到盞興，你知唔知啊？越睇越興啊，走埋嚟即係話呢號你，仲要喺度撒鹽咁啊，唔好啦。咁啊，不如睇下你新嘢啦，展望下有咩新嘢介紹？嗱，新嘢咧，咁啊，今日我哋都攞咗啲過嚟嘅。嗱，其中一個咧就係其實可能都有曝過光嘅，就係Devil Man 啦。咁啊，就係日本正式授權嘅一個figure 啦。嚇，咁我哋預計咧呢一隻綠色嘅版本咧，都係喺年尾可以推出到啦。咁至於另外一款藍色咧，就會喺即係出年先至推出嘅嚇。咁啊，你睇到即係其實成隻嘢個即係都幾重手嘅，同埋嗰個 detail 啊各方面咧都做得唔錯嘅。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外國嘅 artist 啦，咁佢畫咗一啲畫，咁我哋用呢個畫咧就去再立體化嚇，咁然後就做咗呢一個版本出嚟嚇。咁我哋上次擺喺美國嘅 Decon 啦，咁反應都好好嘅呢一隻。係，呢只我都覺得係，因為我哋嗰日咧喺 pre-show 陣影到咧記者會啊，其實好多人已經即刻講惡魔人，即係起碼佢認到。你知有時候朗交會好多人真係認到，點樣認到？但你一睇又唔係好似朗交嘢，真係難唔難搞？嗱，其實冇錯嘅，佢有朗交，亦都有啤膠嘅成分，因為朗交有好多限制，譬如呢啲纖維啦、好薄嘅地方啦，或者呢一塊液咧。咁其實係唔會做得靚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係用咗咧朗加啤嘅方法咧，就去開發呢一隻嘢嘅。咁啲紋咧，不過如果啤已經係考慮，係呢個已經係啤噶啦。如果朗仲難咯。朗咧就可能會有多氣泡啦，或者佢唔均勻啦嚇，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朗膠佢咁薄咧，會好軟嘅，咁變咗咧可能出咗嚟之後塊液咧會攣咗啊嚇，咁亦都影響到佢個設計或者影到外觀啦啊。我記得其實 Unbox 都出過有啲類似比較大型啲朗膠，同埋好多 detail 咯。因為通常朗膠俾人嘅感覺，事實上生產上其實都係即係傾向，如果你滑漏啲就易做啲嘅，係咪？呢啲去到呢啲位咧就難搞啊。其實就當然精細嘅就有佢嘅地方係難啲去做，譬如一啲好尖啊、好細嘅位置啦嚇。咁好多時朗膠因為都係手去倒啦，人手做啦，可能有時地方有啲會穿窿啊。啊、或者因為有啲氣泡喺裏面啊，嚇咁呢啲位置都會要小心啲去處理啦、啊。我驚我自己或者油雲，其實幾時發售同埋呢個版本幾時發售同埋幾多錢，知唔知有冇可以報下資料啊？發售嘅時間咧，我哋就 target 都係今年年尾嘅，我哋希望可以出到，即係因為而家仲爭少少包裝啊，其他嘢啦嚇。價錢咧就好似係$120一個喺邊度買到啊？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喺即係香港唔同嘅店啦，譬如超人玩具啊、VVC 啊、Toy Station 啊，即係唔同嘅店咧都會有發售嘅。咁啊，再同埋有我哋即係我哋自己 online 個網站啦，都會有嘅。
哦，咁大家繼續留意下喂，唔好意思，要咗阿 Leo 幫我揸麥，因為我主持，我就去遞麥俾我講嘢啊。幾好多，唔緊要啦，我哋做 live。咁另外再介紹另外幾隻啦，我搞到隻腳添先。我諗我哋要攞埋係啦，仲有嘅，仲有嘅，呢兩個係新嘢啦。呢、這個係象仔。係啦，呢一個咧就係、是其實香港都好 hit 啦 ，Greeny and Elfie 個象仔啦嚇。咁、可能呢度你都見到有好多款唔同嘅象仔嘅 version 啦。其實即係我哋大概都出咗年幾啦嚇。咁、其實就、都有好多版本嘅嚇。咁、呢一兩款咧係可以話係即係出年一個新嘅版本啦嚇、就係、是正式即係 Nickelodeon 授權嘅。一個海綿寶寶的版本和派大星、Patrick Star 系列的版本、其實這個只是其中一部分、Green and Elfie 呢還有一個女孩子呢即都會化身成這個海綿寶寶的裝束的、這個今次我們呢就、剛剛、Artist 不過可惜他今天就離開了因為要回泰國了其實、泰國的 Artist 呢就他自己親手畫的嚇、咁呢一個咧，我哋就係背上呢一個咧，就去做個即係審批嚇，咁、然後咧出嚟咧，基本上我哋就會用翻呢一個效果去推出咯，係啦。咁可能如果即係買我哋嘅即係產品都知道啦，其實我哋係用緊海綿寶寶咧去做一個 artist 嘅 crossover 系列嘅嚇、之前我哋第一次會出咗一隻羽毛毛嘅海綿寶寶啦，跟住而家即係對好多人熟悉就係Candy 啦、，Molly 嘅海綿寶寶嘅版本啦。咁嚟緊我哋仲會有 Dihara 啦、有啊 Randy 啦、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咧，都會即係做一個海綿寶寶嘅一個 crossover 系列、我哋希望即係做到一個好靚嘅一個 series 啊，將一啲授權嘅同埋設計師嘅一啲元素咧，即係兩者都可以擺埋一齊。咁、推出一啲更加即係更加可愛啦、或者更加即係受歡迎嘅一啲嘅設計。其實咧，我先同你度傾偈咧，佢其實成個季咧都係今年2018年將會發售一啲嘅新產品啦。好，又有咗購啦，又 Ryan 嘅嘢啦，我認得，我都有。係啦，呢、這個就係 Ryan 嘅啦，即係有個甲蟲仔啦。咁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即係唔同嘅版本嘅嚇。咁、今次咧，我哋亦都咧同阿 Ryan 一齊合作啦，亦都推出呢個海綿寶寶嘅甲蟲。咁呢個係亦都係佢自己親手上色嘅。係咯，見到想問係咪 hand paint 嘅咧？係啊，係 hand paint 呢個其實都唔賣嘅咯噃，唔賣㗎啦。呢個應該佢自己都想攞翻㗎啦。跟住去打心口先。係啊，不過我應該唔俾翻佢㗎啦。係啦，係啦。OK， 咁啊，係咪要轉移陣地我都得㗎？我哋移動都得㗎。我哋部機你知我又手揸住嘅啫，就唔係啲三腳架嘅。咧都係即係一個新嘅產品啦，我哋啱啱喺 online 嗰度即係上咗即係 online 嘅嚇，咁、其實嗱呢一隻就係、Judge Death 嚇，咁啊其實特警判官裏面漫畫嘅一個奸角嚇，咁、今次呢個咧，其實我哋之前已經有一個版本就係特警判官嚇，咁、就係、一個 statue 嚟嘅，即係啤 PVC 嚇、就唔係朗膠，亦都唔係可動嘅嚇，咁、呢一隻就係一個新嘅、作品啦嚇。呢、這個又係未賣嘅。這個呢個咧而家啱啱喺 online 咧就開賣咗啦，係啦。咁嚟緊咧都會喺即係香港唔同嘅一啲玩具店啦，都會。會唔同版本咧？呢、這個就唔會，因為版本係啦，呢、這個都係一個版本，因為當然呢啲都係一隻授權嘅產品嚟嘅嚇，咁、所以就版本就未見到。係啦。不過都好多謝即係 Nickelodeon 嘅，因為佢哋好 support 我哋即係玩呢一套即係海綿寶寶系列，所以嗰 part 你會見到嚟緊即係好多即係。一啲嘅 design 咧都唔會似海綿寶寶噶啦，係啦。哇，咁啊非常正喎、啊！咁啊即係今年其實嗱，今年就係 Toy Show， 即係話曬第三日啦。雖然未完，大家仲可以嚟買，我都見做到閒玩嘢。但係其實可能你自己有冇啲回顧下？喂，啱啱呢期咁啊 unbox 咯，都唔係第一年啦嚇。咁呢度咁，所以其實你覺得今年如何啊？哦，今年咧我可以話反應係即係非常之好嘅，即係當然唔係話淨係我哋啊，而係我哋睇到即係其他或者同其他同行啊朋友傾開，即係大家個嗰、那個個效果反應都非常之好嘅。咁當然第一多謝即係香港嘅 fans 支持啦。咁第二就係 Toy Show 真係做到好國際化，有唔同嘅國家嘅客會特登嚟香港參與呢個盛會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國家嘅 artist 啦、公司都有嚟啦。咁睇到成件事係即係越嚟越正嘅嚇，咁、大家嘅氣氛啊各方面都好好。你覺得邊個地方地區域嚟嘅朋友係最瘋狂？瘋狂啊！我自己覺得嗱、香港其實都癲癲地嘅嚇咁啊，然後就國內啦台灣啦泰國啦，其實呢幾個地方都。
都好犀利嘅。所以大家见到嚟，当啲唔同国籍嘅排队就唔好谂咗第啲嘢啊！佢哋真系嗰啲当地嗰啲游客咧，专登过嚟。我睇到我收到封系好多台湾嘅 collector 冲咗过嚟立嘢嘅喎，立嘢系啊！咁当然仲有啲吓、啊，即系大家未必想见到嘅一啲吓、啊，其他都会嚟立嘢啊！系咁、啊，但系我觉得冇嘢噶，最紧一人一个就得咯，或者要抽咯，咁啊公道噶啦。咁、啊、因为始终咁佢都系或者佢帮人排多，咁佢点都要辛苦噶嘛。你以你所知有啲排隊買嘅朋友咧，排咗幾耐？你自己知唔知啊？我就冇乜太留意，但系我聽啲朋友講，有啲都好似話排咗成兩日啦，即系喺外邊又等啊咁樣。咁當然，譬如有啲我哋限定咗一啲時間嘅，可能佢大概一個鐘多啲前就喺度，即系會喺度等啦，或者排一排隊啦。我記得尋日你好似唔係玩咧，即係有個措施就係唔知幾時買嘅，係咪？即係突然間話喺網上面宣布，都係嘅。即係原因係因為我哋之前第一日就公布咗，可能三點鐘會開賣某啲嘢，係啦，好早等啦，冇再變咗好早等咁阻咗其他即係單位，即係同佢哋都講聲唔好意思。咁所以第二日我哋就希望可以改一改啦，或者我哋唔好等佢哋即係預計到幾時，或者佢哋喺度太即係積咗太多人。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個即係突然啊突然開賣嘅方法，咁變咗即係隨緣啦嚇，即係你一睇到有咁即刻過嚟，我哋即刻就可以安排到咯。我真係尋日見到係有啲人跑嘅，不過我唔知跑去邊，真係衝埋呢 booth 度咧，我都驚撞親佢哋啦咁樣。但係真係衝埋嚟跑，但係尋日冇人撞冧你櫃有冇啊？冇 OK 嘅，其實佢哋都收翻都好守規矩嘅。同埋你話咗阻到隔離咗嗰啲行家唔緊要嘅，你送翻一隻限量版就得㗎。哦，收到，我轉頭做嘢先。係，我都有份嘅喎。阻住咗你啊嘛？係好阻啊！好阻，搞到我好唔开心啊！好多同事有成八九个人啊，系啊 ，OK， 好啦，咁今日讲笑讲到呢度啦，咁啊多谢晒阿 Leo 先啦，咁希望你出年又更加成功啦，大家继续留意翻啊 Unbox 嘢啊，同埋留意我哋玩具 TV 啦，嚟紧可能我哋会再捉阿 Leo 咧，又问下啲生产嘅嘢，或者可能啲新嘅发布咧，同佢睇下玩下啲 crossover 添，好唔好？好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